大家好，我是磊磊老师。今天为大家讲的故事的名字是《汉堡男孩》。维尼喜欢汉堡，最喜欢汉堡。除了汉堡，他什么都不吃。妈妈很担心。维尼，只吃汉堡，小心有一天你会变成汉堡哦。维尼真的变成了一个大大的汉堡。有一天，维尼刚从汉堡店走出来，一只狗就跑过来闻来闻去。嗯，好香呀！说完，他张大嘴巴想吃掉维尼。就在这时，维尼听到了妈妈的声音：“危险，维尼，快跑！”维尼跳起来，拔腿就跑。那条狗在后面追。嗯，好香呀，汉堡的味道。你别跑，别跑！我不是汉堡，我是人，不要追我，放过我。可是，狗还在拼命地追，而且数量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。一只，两只，三只，四只，五六七八九十，10只狗在追着维尼跑。他们吼叫着，追赶着可怜的维尼。嗯，好香呀！我要一口吞掉你，汉堡小子，你别跑，别跑！维尼接着跑，跑啊跑，维尼拼命地跑，跑啊跑，维尼跑到了野地。就藏在这儿吧，这儿比较安全。哞，哞！维尼抬头一看，大块头的牛儿们在盯着自己。原来这里是养牛场，有很多很多牛。他们愤怒地喷着粗气：“喂，你这小子，知道你是拿什么做的吗？是我们的肉。”我不是汉堡，我是人，求求你们放过我吧！男孩们流着口水靠了过来。大大的汉堡，太棒了！正好肚子饿了，吃了你。我不是汉堡，我是人，求求你们不要过来。可怜的维尼，跑过山，越过谷，跑啊跑，跑啊跑，拼命地跑。为了甩掉大狗、凶牛、饿着肚子的男孩们，维尼拼命地跑。汉堡店的老板要把维尼切成两半。我不是汉堡，我是人。维尼哭喊着，妈妈救了维尼。妈妈将维尼领回家，给他吃了水果和蔬菜。慢慢的，慢慢的，维尼的汉堡身材开始变化。终于变回了人的样子，我变回人了！维尼大喊起来：“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哈哈，得救了！我发誓，再也不吃汉堡了。”故事讲完了，谢谢大家。